老板贵啊，等等。哦，这个上高师团。对啊。我已经等你几落工啊，我等着啊，吼。是啊，跟我来宿舍，我物件要提了。哎，拿什么东西给我？哎呀，那肯定有灾了。来来来来，来，看看。去哪里放心，马上就来了。哎，季校长，到底找我到底有什么急事呢？哎呀，你怎么没机会？等一下我就来呀。啊，来来，找你去呗。哎，副校长，这干？你来，这条姑娘出差了，就回来让我邓婷把推了。来来来，这边好利跟你小妹姐。我不能送。哎呀，什么不能送？拿去拿去，收起来了。啊，不要推，不要推，副校长我。进来哈，副校长这边。是安尼啦，啊，都进回邓婷哦。听人讲哦，这种病会当遇这感情，听讲哦，医好真侪病人。啊，我哦为着恁老母的病，我全哦跑了三里路了。哇，山路可能弯弯弯弯弯，我得去找到那个中医师啊。哎呀，中医师哦，这草药哦，那提登去吃十摆啊哦，讲那病哦就会好了。啊，我为了恁妈妈，我唔知今个买得来。真的有效吗？实在哦，我嘛是半信半疑，所以我们先该提出来登来试看嘛。这些哦，三天份，啊，那只要见好，我再过来提。我华泰温小弟啊，我那电话打过去啊，他就要送过来。这药很贵吧？龚斌啊，有啊，我看要给他的价钱哦，不要去谈了，先拿给你妈妈吃吃看。哦，副校长，这药到底多少钱？你告诉我。哎，有啊，我好看要给的，钱的吼，唔免问遐多，以后再去讲。可以可以。副校长，这么帮忙，谢谢你。哎呀，说什么谢谢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啊，走吧，先慢慢走啊。啊，哎呦，这些草药秘方啊，又没有经过医师检定合格，我如果拿去叫我爸爸一定要用的话，我爸爸会气疯的啦。而且这样下次啊，我如果要去跟我爸爸讲什么，他也一定不会答应啊，那就不变成了四两棉花免谈了吗？不行了。哎，那你有没有听你爸说过，有没有什么草药秘方治癌症会有效果的呢？草药秘方我知道的有很多种啊，可是里面有效的就很少种了。不过前几天呢，我才有听说我们这里呢有一个炎症的病人，他就是病入膏肓，病得很严重。这时候啊，就有一个草药的郎中哦来自我推销，癞蛤蟆打哈欠，好大的口气。他说他三天药就可以把人救活，结果一天药就药到命除，人就归天了。我跟你讲，而且现在那个郎中还被警察抓去了，说不定还要判刑啊。那四童，我看着算了。那如果副校长问起来，该怎么说呢？他可是费尽千辛万苦，才帮你找到这些草药的耶。那就说草药无效嘛。这样说好吗？会不会伤了他的心啊？那我该怎么说呢？我看你暂时不要去见他，都不要去见他的面哦，因为人家到底是好心嘛。那你这下把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一定会伤到副校长的心的。我想我躲他两天好了。啊，我还进去看我妈呢，我们也该回家休息了。我陪你去。我本有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阴沟。提着草药啊，咱就安尼唔敢入去病房去找啊。到底唔来教好，教无好，无出来甲恁讲一下。哈，这少年人咧做代志。罗墨镜啊，最近几天副校长都有没有来找你啊？我也不清楚啊，也不敢跟他讲，所以呢，这两天呢，我就一直躲着他。
把话跟副校长说清楚，这样瞒着也不是办法啊。对啊，你考虑看看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啦！哇，刚才就要考虑，我不说就要算一下。哎，高万贵啊！哎，这三个高人呢是要创啥呢？亲身秘密啊！哎，嘿，这三个高人呢，一下搞造完，一点名也不换人啊！包敢是我顶摆摕予伊个草药啊，我来甲我斗恁食。哦，安尼我知啊，即个三个咧走予我啉。啊，老八贵，我是感觉讲你即个囡仔袂歹，我才用心计较去摕即个草药啊啦。哦，想袂到我你袂接受，凊彩甲我等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你若敢安尼哦？以后你的事情哦，我就无要遐尼计较啦，无要管你啦。校长，老板，老板贵啊，我问你倒是跟我讲，啊，我好意提给你的药啊，你现在凊彩跟我等着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副校长，我知道你会生气啦，所以我就一直不敢跟你见面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好了好了，以后你不要再叫我胡校长了，我没有那个资格的。哦，不然你的事情哦，我袂阁管你。副校长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我们都很感激你。哦，感激我的青菜啊，那乌白蛋哦，啊，要做感激哦。你这噪音啊，我咧替你讲话。阿伯哦，你的事情我准备我解决了啊！加油，副校长！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，你那些草药叫做爱之是足以害之啊！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，已经有无数的青年朋友因为误食草药就与世长辞了。而且啊，如果我爸爸知道你让卢妈妈在医院里面吃草药的话，他一定会把卢妈妈给撵出这个医院，到时候大家都帮不上忙，那我就也爱莫能助了。校长，我也怕你难过嘛，所以不敢告诉你。但我心里面一直很感激你。副校长，不要生气了。这草药还稀凉吗？对呀、啊，有事实证明哎，就在这医院里面啊。哦，按、啊、你，按你搞到的哦，我给他骗2000块。哎，啊，无，加上也未好一点，也未好一点。哎，我嘛是感觉讲这草药啊哦。怀疑怀疑的，你知道有效无？所以我唔才讲叫吼，老爸过因老母安尼先试看卖咧。加油！这种事情怎么能是呢？对对对对对，安尼讲也是有理啦。啊，我即马吼无咧生气啊。啊，你能不能生气啦？啊啊！哦，我即马真欢喜，欢喜讲家仔啊，因老母无食了，等下食落去哦，就饿到伊一世人，安尼我就袂安心啊哩。哎。哎哎，离开他们了，就是跟你讲，我叫你们走那边，你偏偏要走这边，你看这样，这叫冤家路窄。我看这美丽的早晨恐怕不太美丽了。哎，我看咱们闪一闪怎么样？你闪闪什么东西？这不是鼠啊！哎呦，什么时候变那么含蓄啊？啊，我们都已经跟他们贴了3年，还怕这一次啊？拿到，见面不互 K 一下，怎么会爽呢？对不对？战友们，今天是你们先动手呢，还是我们先开扁啊？对不起，
年头快到了，我们决定了努力 K 书啊，没时间了，跟玩无聊游戏了。开什么玩笑啊？谁跟你开玩笑？哎，对不起啊，麻烦你们让路好不好？顶白就玩过了，他们变，他们变，他们不是小变，他们是大变。哎，我看我们也搞两副眼镜来戴着。好，再说一次吧。哎，冲天炮！我前天下午碰见狮子头，哎，那有什么稀奇的？是没有什么稀奇啊，可是我是在冯一华家附近看见他的。冯一华家？对啊。他在那边做什么？他怎么了嘛？他，你赶快说啊！我真的不能说嘛，不能说，那你不要说好了。我说，我告诉你嘛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本来答应狮子头说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忍，一直在忍哎，我发现哦，再不说出来的话，真的会憋出毛病来，所以我就说啦，狮子头，哎，你认为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怪我啊？不会的，因为他最近一定很忙很忙很忙，忙的没有时间来怪你。哎，他很忙，在忙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我要告诉你一件很令人生气的事情。有这么令人生气吗？当然有啊，我保证你，告诉你啊，你一定气了一天都不想上课。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的话，那你就要等到放学以后再说。不行，我现在非说不可。你们知道吗？原来世荣一直偷偷的在暗恋冯一华，而且还在追他。哎，不会吧？千真万确，你想想。志同最近是不是对你有点怪怪的？好像有一点点耶。他就是在追你啊。真的会是这样子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，这个卑鄙无耻、人面兽心的家伙。可是我觉得他一直对我们大家都很好，而且他也没有对我采取什么行动啊。你不生气？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。那别人追你女朋友，你也不生气啊？这表示我女朋友长得不错，还有人肯追，这有什么气好生的？真的不生气？可是我好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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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气！各位青年朋友们，大家早！早你个头早！周同学，你怎么了？你这卑鄙无耻、下流的坏东西、臭东西、烂东西！他怎么了？宋同学，你干什么啊？算了，我等你平静了以后，我再来分析你的病情。你看我病啊？哪一个生病？啊，主任好。报主任，有人生病。啊，主任好，主任好。哦，各位同学，联考就快要到了啊！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把身体养好，可千万不能生病，因为有好的身体，才能做最后的冲刺，能掌握最后的时间好好努力。我想这一次的联考，
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哎，主任好。下个礼拜模拟考的记不记得？有模拟考吗？报主任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没忘记，我们知道，记住了。记得还在外头瞎混。模拟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啊？没关系。对啊，反正我们也考不上了。如果你肯用功，怎么会考不上？包主任，我真的搞不懂了，为什么每年都一定要升学？原来王永庆连小学没毕业还会当大老板。那是个特例，而且他很聪明，他也经过了很多你们想不到的辛苦，才会有今天的局面。哎，主任，我看了，我们是做不了王永庆的了。应该像我老爸，初中都没有毕业，哎，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？对啊，开电器行。你爸不能连续，那是因为战乱不得已。你们有现在的环境，为什么不好好连续？当然，这连续不一定能保证成功，但是技巧那是你们一辈子的资产，懂不懂？懂，王主任。继续连续。是的。哇塞，把你真会挑啊！你有个姿势水准的，扫地用刷子的。朋友，好久不见。这款的代志怎样会来发生？已经是来发生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不是你换蚊虫喷炮。冲天炮，这种事情你不要乱哈啦，否则到时候我 K 做人很难看了。我没有乱说，我虽然很生气，但是我没有叫你们去 K 他呀。废话，那当然生气啦。好久不生气了。哎，奇怪哦，为什么我们生气，啊你就不生气？因为终于有人帮我生气。你放心，冲天炮，这款的代志别再再来发生了。Yes, 走。志荣，我有些疑惑，想请教你，是不是要出来一下？好啊，对于你新年朋友的疑问，我一向有求必应，有问必答。那请吧。哦，已经这样行了，气鬼我啦，你烦死我了。各位青年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尽管可以勇敢地提出来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，竭尽我所知的，尽量教导你们。反正我已经负责传道授业了，我一定要帮忙能够解惑嘛。放心，对于你们所问的问题呢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真的？当然真的。哎呦，我不太相信哦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有什么好隐瞒的呢？是吗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。好好好，好的不得了。你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我只是有个小小的问题啊，想请教你一下。如果是小问题，就
但说无妨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在追冯一华呀？啊？什么华？冯一华？这是私人问题，我可以拒绝回答。这不是私人问题，这是公共问题。对不起，钱同学，现在天色已晚，而且我看乌云密布，可能马上就要下雨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聊好了，再见。志东，你逃得过今天，你逃得了明天吗？嘿嘿，好汉做事啊，好汉当啊，敢做就要敢说啊。哎呦，好啦，我承认我是在追他嘛。可是是你们鼓励我的，我们鼓励你的。对呀，你们曾经多次的鼓励我、激励我，也就是因为有了你们的鼓舞和激励，我才会在屡战屡败、百战百败、战无不败、越战越败的情况下，愈战愈扬、百折不挠啊。那是因为你没跟我说你要追的是冯一华呀。那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看到了，你是老板给的鸡蛋的，真的欠 K 哦。我们真的要 K 他吗？废话，当然要 K 他，不 K 他的话，对得起老板给吗？对，哼 ，K 他，站好，向后转，转。怎么了？干什么了？看到没有？啊，我现在要你跟蒋公他老人家说一百次对不起。可是跟蒋公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哈，每次我做错事的时候，我老板都要叫我跟老人家说对不起。说啊说啊，快说啊！不说是不是？不说 K 你了。不要。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让老爸该出手啊！你这位输得好难看呐、啊！喂，老爸，给老爸，你出手轻一点啊，他挨不了你几拳呐、啊！啊，不用担心了啊，不用出手，我会放在心上，回去吧。喂，真的，老爸给你也太假料了吧？你干什么呢？其实四头也没错了，任何一个正常男生看到冯某都会心动。哦，那我们三个就不正常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了，我是说大家那么年轻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何必那么认真呢？他老潇洒。我知道，他一定是不好意思，谁叫狮子头帮过他嘞？那我们不是白忙一场？算我们王个麻子吧。走了，走。林在斋，还在忙啊？是啊，为了整理这些学生的毕业资料。我已经连着忙了好几天了。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我来找我爸的。你爸爸？对啊，他也要到这儿来？是啊，他跟我说要来整理公文的。爸，起饭没有？吃过了。好。你们慢慢聊哈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林教官，你刚不是说整理资料的吗？是啊，我回去再慢慢整理啊。可是你今天资料都没带走，你怎么整理啊？你看，我都忙忘记了。哎，对。喂，喂。爸，林教官好像怪怪的。还不都是你惹的事儿？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啊。好意，好意的我就训导主任都快干不成了，还好意？爸，当初人家也征求过你的意见的吗？不，对呀，但是你没跟我训，你去找冷教官了。冷教官他人很好啊。哎对，不对。他哪里不好了嘛？我，就反正是不客气就对了。爸，你有没有试过？怎么知道呢？哎对，啊。接种生还有诗的啊，你要是再给我胡搞瞎搞哈，你就给我搬回学校去读。不要，我喜欢同学。那你就给我老实一点。哦，我还整理公文，你先回去睡觉。哦。朋友好。Thank you.
在营地的量丢一下吧。哎，什么？你知道这吃的不会胖，你就猛啃猛啃的。对，舅舅没看是什么吗？上校。哦，那他可能是怕我们给他啊。你们还没闹过。哎，罗霸爹，我实在搞不懂你。像他这种人，我们给他几拳算是对他客气的。对呀、啊，如果要是有人敢挑起五月的话，我也给他。你敢吗？我，就算我不敢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也会请他啊，他，对不对？带我 K， 嗯，各位，不要什么事情都用 K 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嘛。哎，桑尼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泡过别人的蜜子？我，嘿，对了，哎，桑尼，上次你泡的那个阿碧啊，就是我家邻居那个女朋友了。那是不是在被撇呢？这不一样嘛？哪不一样啊？你啃你的口香糖，你少废话好不好？桑尼，在我们这个年龄，都会有一段自以为是的爱情，而且呢，这种爱情也会不断重复的上演。如果我们都用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，我想我们活不到30岁。喂，那这样讲，你跟那个小红红也是随便糊弄糊弄的？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但是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以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假使有一天他真的跟世俗在一起的话，或许会跟我抢。你讲的是实话。哼，我们现在联考快到了，玩的机会也很少，我们礼拜天出去玩好不好？去玩啊？对啊，好呀好呀好呀，好。如果真的去玩了啊，我先要去问友谊会不会跟我去。是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我先走了啊！拍子给我，拍子给我，拍子给我，我打给你看，拍子。加油！加油！好。好现在你在不叫我，你好吗？哦，大口大玩，小口小玩嘛。这样好吗？喂，我们大家都讲好了，你不许太扫兴了嘛。那个，到底要不要去啊？好嘛好嘛。哦喂，那这样讲好了，礼拜天早上10点，我们在工厂里等你。我上课去了啊。有月啊，礼拜天不要去。朋友，好久不见。有月啊，礼拜天不要去。不行了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他答应你就怎么样？你喜不喜欢他？喜欢，那你以后想不想跟他在一起？想啊。那你就听哥哥的话，礼拜天就不要去了嘛。管那么多，讨厌。啊，他们要出去郊游。哎，什么同学？就是麦中和他们喽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谢谢爸爸。甜甜，我有件事儿也没跟你说过。什么事啊？我有些观念哈、啊、比较古朴，将来你要出家
一定要加一个学历比你高的，像麦俊慧就不大可能。爸，我跟麦俊慧又不是男女朋友，我们只不过是谈得来而已，你不要乱讲。你紧张些，就算你们是男女朋友，我也不会反对。不过依我看呢，你们是来意不妥了啊。爸，麦俊文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哦，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只是他如果照现在这个样下去，他一定考不上学校，那你们的环境会越差越远，那将来你们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。有一天我问你这麦俊慧是谁，你可能忘得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。爸，真会有这种事啊。这十几年这种事儿嘛，我虽然看了没有上千，也有上百个案例。那礼拜天你就好好出去玩吧啊，反正你们来人也不多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现在几点？过周五了。烦不烦？我最讨厌等人家了。妈妈，我来了。对，我们终于等到一个女的了。啊？她是女的吗？哎，你讲话客气一点好不好？对，我们只是要求多一点，也没什么。哎，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呢？对呀、啊。完了，在家里看见冯一华去补习。鲁若基在医院照顾妈妈，四季彤去向不明。何敏呢？何敏啊，何敏在家里上家教。上家教？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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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我们这几个腿共腿，我们干什么嘞？闪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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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老哥啊，啊，这何敏不来，你就要闪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还等王有月啊！拜托，好不好？等多一会儿嘛 ，OK。哎，甜甜，啊，过来，嗯，有月呢，他不来了，啊，哎，不可能的嘛，他说他要来的，反正他跟我说他不来了嘛，好，闪了闪了闪了，反正没什么意思嘛，我看咱们大家各自闪了吧，哎，不要这样子嘛，甜甜都来了，这样没有意思，不好玩嘛，不好玩嘛，那你要怎么样嘛，我们就照原来计划进行嘛，哎，好嘛好嘛好嘛。我又神秘陪君子，行了吧？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谁叫我们是朋友嘞？哎，走了，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去啊！哎呀，你太王了麻子吧？我们要去，你要不去，在干什么呢？算了算了，我们走，不要理他们。哎，很过分的。哎，哎，行啊，你先送我回家啦，路上我再跟你说。甜甜，你爸爸真的说我们来日不多啊？没错啊。如果我考不上大学的话，去当兵，一样可以常回来看你的。万一你挑个金门马祖的，那你一年只能够见我几次面啊？其实，我爸经常跟我讲，我们两个之间的环境距离啊，如果越差越远的话，那我们就很难在一起。那该怎么办嘛？赶快念书了。念书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叫我念书，这念书名字倒是太陌生了吧我。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嘛？不去也是为了你好啊。为了我好？哎，你知不知道我在那等了大半天啊？你还会等到反省你自己啊？反省？我有什么好反省的？有月，这个我跟他说啊，你做你的事。王小伟，你给我过来。看什么看？还不
赶快过去。有一个你好，我本来蛮喜欢你的，谢谢。可是现在我很讨厌你。朋友，好久不见。我本来蛮喜欢你的，谢谢。可是现在我很讨厌你。为什么？我问你啊，你几年级？三年级啊。三年级。三年级还不知道读书努力用功啊，还要去郊游，说什么大考大玩，小考小玩。可是你不考也在玩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要我妹妹跟你这种没有进取心的人在一起。我要是再看到你跟我妹妹在一起的话，我就 KK 的你满地找牙齿。有缘。你还不懂？我有缘。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处理。你还不懂？有缘。你放心啊，这个会跑的，你不打他，他都会跑。这个不会跑的，你要打死他，他都会跑。你不要跟我回来了。现在停止考试。彤彤，把头抬起来，看着我。我今天本来是不打算来见考，因为今天的测验是要你们积极了解共科的缺失，也记得该怎么样准备马上要到的联考。所以你们的序是为自己念的，不是为我念的。这三年以来，有多少老师序言，我对你们始终没有放心。可是现在你们积极放弃了自己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会反省我自己，我到底是哪里错的？我把学生教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走了。
要操你们就尽管操啊！我一定可以拿100分。胖胖，怎么了？你唱得下去啊？那不唱就不唱了。我从来就没看过主任这么难做。日清，我们太伤他的心了。还有人要抄吗？那好，大把考卷交给我。干嘛要交考卷啊？拿考卷去跟主任道歉啊！对，我们去跟他道歉。你们男生也派一个代表去。罢了，你跟他们去好不好？你长了一点可怜相，主任看比较会心软。嗯。朋友，好久不见。罢了，你跟他们去好不好？你长了一点可怜相，主任看比较会心软。嗯。气得高血压又犯了，现在在宿舍里休息。我好可怜，我们到宿舍去找他好了。算了吧，他看到你这张脸呢、啊，可能会病得更严重。啊。先不要去吵他了，让他平静一下。教官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这些考卷我们愿意通通算零分，也愿意接受处分。哎，对了，高光，不要说这一次了，就算以后哈、哦、都是零分了。马瓜给呢？主任平常虽然对你们严苛了一点，但他真的是出于一片爱心。所谓爱之深，责之切，你们了解吗？我可以不处罚你，但是要怎么样向主任表达你们的歉意，那就看你们自己。我们会的。施子彤为什么两天没有来上课了呢？哦，施子彤啊，他好像生病哦。生病。是生病吗？教官，他跟我们有一些小误会，我们会想办法马上劝他回来的。有一点小误会就不来上课？你们替我去转告他，如果要我亲自请他回来上课的话，那就不好看喽。不过眼前最要紧的就是你们赶快去商量一下，怎么样让主任的血压降下来。是教官。教官，麻烦你把这个考卷交给主任。嗯，快去吧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哎，我看哦，我们还是用老方法哦，送花给他好了啦。是啊，你这个方法还真够老的。啊，上次送花给他是因为他住医院，那这次呢？这他又不是女生，你送那么花给他干嘛呢？对啊，你讲的嘛是道理啦，不然这样子啦，我们到他宿舍门口哈、哦，排成一排，然后跪着啊，然后求他原谅我们啦、啊。假如他不原谅我们哈、哦，我们就一直永远跪在那边。跪，哎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最好当时啊还下着大雨，这样感觉比较感人嘛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连续剧看多了。我想啊，其实主任主要这么生气，那是因为我们太不用功。都玩了三年了，这三年来看的武侠小说比读的书都多。我想我们真的是该收收心念念书了。其实也对了，你们想想看，连一些 BK 都开始 K 书了耶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K 一下了哈？好，
那我们就好好 K 字给主任看。